耶利龙所管下犹太地伯利恒以后，有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伊问讲：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叨落？阮对东方看见伊的死，哪来要拜伊？耶利龙听见这个消息，心肝真受了乱，伊就召博士来对因详细查问迄粒星出现的正确日期。就找因去别离营，佮吩咐因讲，恁着去详细探听迄粒孩仔的、迄个孩仔的事。当恁找着伊，就来甲我讲，予我通去拜伊。看啊，迄粒星忽然最头，因带博士，带因到圣经的所在，伫遐，因看见耶稣佮伊的老母玛利亚。因欢喜甲袂固定，就拍落拜伊，献黄金、乳香甲牛油予伊。